好，大家好啊，今天难得出台呀、啊，那准备来制作梅酒的材料，也就是要采梅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先来采收这个梅子。那这一棵梅子树是今年产量算比较好的，那它也是第一次呢有梅子，所以我就准备来酿梅酒了。好了，我们先开始采收梅子咯，用力这样一把。那正常的厂商呢，或者是店家，他不会把，他是用打的。 OK， 我们现在就开始认真采梅子咯。哦，梅子终于采收完了。你可以想一想，鸡蛋呢还比梅子多，梅子这一次真的是很惨，几几乎乎都没有着果，所以梅子产量非常稀少。那接着下来，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就是清洗。采收完的，接下来就是用清水，给它冲洗，最好是比较大的水流，让它持续的冲洗。虽然我这个是纯有机，但是也要考虑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虫虫的残留啊，跟它的分泌物，所以还是要洗干净为好。接下来是第二次的清洗，那第二次清洗的水，记住一定要用开水，所谓开水不是，是烧开的冷水，然后好好的洗一次。那经过开水的洗礼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晒干。那还好今天有出太阳，那有需要把它晒，也就晒干，就是要让它表皮的水分呢，能够尽量的减少，甚至于果实里面的这个水分也让它降低。这样的话呢，你酿出来的梅酒会比较好喝一点。好了。我们就等它晒干以后，再继续下一个步骤喽。好，那一个下午终于把它晒干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整理一下这个梅子。那梅子呢，在采收的时候呢，它会有蒂跟没蒂。那我正常来讲呢，都会去蒂，就像左边这个一样，把那个蒂呢。这个蒂呢给去除掉。那有人说这个蒂呢是有单宁啊，对心血管很好，但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个蒂呢会有涩的味道，所以我正常是会把它去掉的。这因为今年的梅子产量比较少，我就把它并入到最早古早以前，应该有将近十年前的梅子坛里面倒出的一些梅子，就变成这样的梅子，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，可以泡水的时候喝喝也是不错的，尤其是在冬天的话，冲点开水，也不错。那我把它捞起来放在瓶子里面，也可以做食物的料理。这个梅子呢，因为比较少，就先把它放这里。那我可能还会再去买一瓶米酒头，把它加进去，让它的酒精浓度高一点。好了，这是整个今年梅子的酿制过程咯。过了半年以后，我们再品尝它咯。拜拜。